有的。有，刚才有吗？号不好，有的。我在吗？啊，现在有了，有了，再续一次，再来。不用再续。再续一次，没有。再来一次吧。没有，没有。欢迎大家来到《青春环游记》第三季的首次直播，我是江南七怪之首，飞天蝙蝠柯镇恶柯大侠，开播！当当当当！稍微往后延迟一下，就变到了8:30。对，多么准时，还提早了。没错，首先我们那个欢迎大家来关注《青春环游记》第2、第3季啊，因为那个这个节目还今天录得非常的成功啊，还是很好看的，希望大家到时候会拭目以待。我们首啥？到时候会拭目以待。我们首先先让大家做一个这个，哎，已经做完了。首先我们没做完，大家跟网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网友们大家好。来，欢迎宝哥，来，来，宝哥来啊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小宝。呜，屏幕里那小黑点儿，猛搓那小黑点儿，可以看见你，宝哥，可以看见啊，可以看见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哇，啊，我坐你们俩中间了，他是最后，因为他的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飞天蝙蝠城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迪。太不管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嗨武双子。你今天扮演的是？我今天扮演的是功夫熊猫，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？等一下。但是我没戴我那个帽子。以为是开飞机的。以为是那个。因为我重要道具没了，不然其实还挺像的。咋说？这个梗留给节目，不要现在就破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贾玲，我今天演的是包租婆呀。好，哎呀，来个大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丞丞，然后在就咱们这个里面扮演的是沈腾。李小，李小龙，都有经典的服装。两位沈腾，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一次第2、第3季录的时候，到现在为止大家的感受吧。OK， 好，谁说？来，宝哥，你我先说吧，好吧，因为我新加入的嘛。跟以往我做的这个栏目相比较，这个比较轻松，反正这一天下来挺轻松，然后又挺开心的。就是在路上转剪的过程，我能睡两觉，你想想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一直在转场是吧？这车里面睡两觉，挺开心的。大家在一起，虽然说我新融入这个大家庭嘛，但是这个大家庭给我的感受，给我的感觉都是特别有朝气啊，特别正能量，特别向上的一个小团队，让我参与进来，我感觉特别开心。特别开心，这是死刑是吧？来，走了。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一次的青游家族。那么，我觉得这一次录的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。哎呀，怎么你整个人结结巴巴的？关头，为什么与众不同？老休息是吗？因为我们转场多，我们节目场景多，对吧？给大家展示。转场王。没有错，因为哪怕我们再小的一个小环节，我们都要跑去2公里以外的一个特别美的景色，只想给大家带去最好的。没错，没错。是的，趁我们老胳膊老腿还跑得动，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。这一季真的场景特别多，各种美丽的景色介绍给大家。对啊，但依旧是在各种各样美丽的民宿和酒店。耶。Yeah！也是有特色，也是有特色。录了3天，换了。对，我们这次录了3天哈，换了大概5个民宿，对，堪比孟母3000，但没事。比孟母还多2000。我们现在经常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对，经常容易混淆。混淆了已经。来，杨洋说一下你的感受。我算是最后一个加入到《青春环游三》里面。然后呢，其实。我首先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呢能够认识很多就是新的朋友，然后哥哥姐姐弟弟们，然后大家也很照顾我，我觉得我也会和大家慢慢在越来越熟的，我也会越来越放松自己。以后再演那个卧底的时候，能不能再努力努力的了？是我又剧透了，直接剧透，观众还看不？
但不得不说，杨洋哥画画的是真的好，他是中国画的，可爱。没事，我就是送给剧透啊，剧透啊，有我这位妹妹影响的吗？我省下来我就画了，藏不住事儿。杨洋，你跟这个大家相处，他们有对你有什么印象？我跟第一，他问我，你问他，我们对他有什么印象？他怎么知道？对你来了以后，你感觉对看他们，我吗？对，因为你之前不认识他们嘛。其实每个人和就是之前，就比如说在影视作品啊，还有在一些也看过一些采访嘛，一些采访一些对一些综艺啊什么的，其实大家性格就都差不多，都是杨迪哥没有不一样，都一样，杨迪私下很阴，都一样，没有什么新鲜度，都是差不多，我私下真的看不见。我私下是很阴郁的。对，杨迪哥确实是，确实把快乐全带给别人了。其实我们转场的时候，你其实希望我在转场路途中休息会儿哈，但还是一直在说话。没有，他只是需要耳根清净。清净不了，有镜头在拍。杨洋，不知道现在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？妈呀！我吗？对，这个确实很难。我觉得，其实今天我玩了一个小游戏。可以说吗？数字那个吗？可以说数字那个游戏。可以。数字那个游戏，就我在前面，我抽到哪个数字，然后我说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？然后一起站起来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杨洋还是那种感受好，就是所有人，就是你被大，就是大家被逗笑了。对，还喜欢高光时刻，高光时刻变成喜剧人。对对。然后带了我自己笑的流眼泪。你那一段是最搞笑的。我们这些设计的都没有。我跟你说那。专属游戏，对，等着来尝尝。你推到现在为止，你最喜欢的或者最害怕的游戏是什么？害怕，还有害怕的游戏。两三季录下来啊，对。我觉得最害怕的游戏。我的妈呀，二三季吧。啊，你真的录了三季，我真天哪，真是元老。最害怕的游戏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，但我觉得说我觉得最害怕的是去年的那个摸黑那个游戏。啊，你害怕那个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鱼好臭。还有那个摸黑浴室，浴室的那个，对，那个卫浴的那个房间，小箱箱里面，摸黑恐怖箱，那个就是海洋馆里。对，海洋馆里那期确实很吓人。预计你们早上到，结果你到晚上才到，所以那鱼在那缸里面都放臭了。对，本来就是死鱼，喂那个鲨鱼的。喂鲨鱼的鱼。你不害怕那个游戏吗？寂静中的呐喊。对，那个玩完了以后，嗓子就是扁桃体必须发炎，要不然就像没玩这个游戏一样。认真啊，玩的认真。嗯，明姐最害怕或最喜欢哪个？每一个环节。整个节目，整个节目，你的成功不无道理。很直接哈，很直接。没有，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还不错，就是。假话。怎么了？不允许说点场面话吗？但是觉得气氛，我们几个人的气氛还是很好。嗯。但是都是一些事儿比较少，虽然表面上就是都很和气，私下有很阴郁的一些人。我现在这一季要当个阴郁的，就是这个包袱了哈。忧郁的人。私下，周星驰啊！天哪。就是在创作，私下在思考，在思考。创作下一个作品节目。做美梦。综艺爆梗。我还挺喜欢我们这种就是家族的这种气氛。是的，这真的是。来问你了，该你了。我最喜欢昨天晚上的那个游戏。哪个？对。哦，我知道那个我们自己各自发任务的时候。对对对。就是那个是让我真的觉得就是编剧编得很巧。各怀鬼胎的。对对对。就是我们六个人就是各怀鬼胎在一个房间里，特别特别微妙又好笑。那个确实很好。来，就不问我了吧，我叫杨迪，管我叫杨洋。你有这种口误太过分了，人家在这儿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猜歌了，无人能与我匹敌。无人，这个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体力项的，很累。哦，猜歌你还会有新鲜感吗？我觉得猜歌那种追逐感会最好。猜歌追逐，你现在基本是就有对手的那种。对你那个这一季，因为周深这季没来录哈，所以你没有。我以为汪苏泷可以跟我来看一下。你让我练两回。现在我提以后给他吧。我在这里面猜歌，就是杨迪已经所向披靡，
中华小曲库无对手了，中华小曲库一下猜就对，让我练两年。会，大家可以推荐一点曲库比较曲库量比较大的。但放点新的歌单还是行的，我放点新的歌。多新啊！新的歌只有你听过那种。可能八零后那种，我也八零后啊。比如说像孙燕姿啊、周杰伦啊这种。会呀，因为我都会，都会，不要考了，这个都不要想了。会，全在这囊括的范围内。但是我觉得我小小出牌他都会的。我超一个努力了。一个努力，小小出牌，你准备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那是我的。那行，我先回去背一下。好，来来，听一下，宝哥，你是新来的，你比较喜欢哪个环节？我比较喜欢哪个环节呀？睡觉的环节。我全场最喜欢，我喜欢共舞三千的环节。说着玩啊，请，就是哪个环节？我觉得大家参与进来，只要氛围对了，我都挺喜欢，没有特别喜欢那种，就是一起跟着玩嘛。我就是因为我到了这年龄，尤其他们在我身边。龙龙他们在我身边，我觉得我突然间好像老了一样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哪应该是突然间有这么的感觉？尤其我这次哈，我可能好久没出来坐了，没事，好久没出来，突然之间就，哎呀，就那种压迫感，觉得自己老了。啊？真的吗？爷，我们怎么还压迫到你？我们怎么给你？突然间感觉到，我是猜歌吗？哎呦，我怎么跟你说？他们只是长得年轻，内心里都觉得老。哈哈，都阴郁，都阴郁，都在传这种谣言。突然间我感觉好像。被时代跟时代脱节了一样嘛，这段时间一直没说。包括你最希望这个节目请到哪位飞行嘉宾？飞行嘉宾啊，你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啊。之前说朗朗一直在，我特别能想跟朗朗，我特别就听你们讲完朗朗以后，我特别想请朗朗。所以朗朗就有意思。等朗朗那个去学会训练完了。啊，对，他训练完了，他回来。你看一下朗朗哥玩猜歌环节，对，几乎没在一样。尤其杨迪跟我说完以后，特别特别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对，很期待，很期待。杨洋，你最想请什么样的飞行嘉宾来？跟我熟一点吧。跟你熟一点谁呀？你是唯一一个合作娱乐圈综艺王都没有你微信的。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。对，比如我还做代购啊。比如谁？可以啊。王彦霖啊，啊王彦霖，王彦霖，好啊，可以啊。程程想请谁来飞行？就是请啥呀？就是也是朗朗哥跟周深，然后要是有时间，请他们两位回来飞行。回来玩，回家回家玩一下，对，再对一起去再看看这个好散好碎啊。好，杨迪想请谁？想请谁？黄明昊嘛，黄明昊可以来玩一下，是没来过。嗯，我咋你不说话显得我有问题一样。没有没有，我咋知道啊？这好好的啊。我还跟黄明昊也说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也是来玩。欢迎黄明昊来玩啊！嗯，欢迎黄明昊来玩。来，黄泉富贵，脑子里一直在想人呢。来，有朋友没？我觉得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人都已经在这儿了。哇。场面话一绝，林姐，别问我，别问我，先把有些人请到了再说。真的，今天我也不想提人家名字，不想给你炒作的机会。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了，因为那事儿自己弄了多少。对，我说一个这个，搞了又录视频，又上热搜，又弄那什么，最后搞得特别的大事。然后他这个记者出现了三个，刘先生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。但是他至少为你找了个小刘德华。还让我实在太不值了。我先走了。哇，对不起，刘德华先生，救命！林姐，我问你啊，就新的我们这五位，如果你做游戏，你要选择一个搭档，你会选谁？做游戏那得分什么游戏？猜歌的话跟杨迪，专场的时候跟宝哥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看哪一个游戏哪一款？说到宝哥你今天程程昨天那个白鹤少年组成了一个新的组合嘛。哎呀，那个组合呀，要是没有程程在，我还真的可，哎呀，觉得可帅了。我喜欢他，我觉得能撑起来，我就觉得能撑起来。但是结果我在那房间里一看到程程出现那一刻起，完了，那就变成白鹅白鸭了。我跟你说，没有白那个字儿，就没有白那个字儿。尤其那个照片 P 完以后，
我自己看完之后把我吓一跳，哇！没批吧？这叫什么？没有那个叫什么？有我们三个人，我跟玲姐还有小宝宝佳佳，三个是那个，巧克力草莓蛋糕。我跟宝哥两个人的话就是奥利奥。对，还有个你来撵我来追那什么？对，就是咱俩追那一下，然后也被人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完了，给你们有叫宝仔饭，是叫那个。哦，煲仔饭，而且网友真是脑洞大开，他们起的名字真是好听，煲仔饭真好听。煲仔饭，你包括我今天，我就武功造型我也很喜欢，实际上，但是我这个自信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遇到他们之后就体现不出来呢？像呢？光来一个，俺老孙又来一个，多帅呀！六耳猕猴又吓到大家了，又回来了，十块钱一张啊！给宝哥点个赞啊！算了，然后还有，这都是有皮肤的猴，最新的有皮肤的猴，现在期待煲仔饭组合啊，期待。完了还有说林姐、程程、雅那个杨丞琳，杨丞琳，杨丞琳，不要硬捞，我不想陪你吵过。那导演没说我们，导演为什么不说我们？说你懂吗？不是，我当谁？我当谁？杨丞琳，你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，可耻恶，臭千尺。我就自己来就行了。可求，你是可求。可求，我都是我自己。杨迪，来你评价一下咱们这个三位新伙伴。我好硬，评价一下哈。对。首先评价一下杨洋，好不好？杨洋就是那种非常认真的跟我们进行游戏，他创造出的那种效果，我自愧不如。真的很搞笑，早上那一趴太搞笑了，真的。嗯。我输了。杨洋，那一趴我真的输了。帅你开心还是夸你搞笑？搞笑开帅，搞笑啊！你喜欢听搞笑？行，帅哥已经不屑于帅，因为太多了，搞笑听不听？帅都麻木了都。就是我也不是。你是对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呀？那种话，哇，杨洋帅的好搞笑。他帅的麻木，你想想，帅的好搞笑是长啥样？你这样。搞笑帅哥。杨，你怕不怕来这变成一个搞笑的人？你这话就对吧？这话就有问题，意思是搞笑的人是搞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对，就是，你知道你给大家带来多少快乐吗？天赌。去搜梧桐的口误集锦，那种全是搞笑的。因为杨洋今天搞笑还是可爱啊，还是加分，你别加分，还是加暗损我。那宝哥就不用说了，就是首先这扮上以后就已经是非常的。搞笑，反倒宝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承担了，有时候会承担一点点一本正经。真的，对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很好。因为我们今想看到你这一面啊，突然间我就忏悔了，没想到就是往前那个原来是那种就是特别往前走着来那个劲儿，好像突然间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个神稳。对，而且我们这次不是去了湖州那边看湖笔啊什么的，然后。嗯，真的还好宝哥有一手好字，对不对？那个场面想抄起来，对，真的那个字到时候大家一定要会。当天我们整他的团，显得我们对没有文化。人家一个湖笔试甲做出来的笔，结果写成那样，好大胆啊！所以这宝哥还承担了这方面。太笑，把我笑了。我尽力了呀，我当时写的。是很尽力，还写了两张，浪费了两张纸。宣纸，对不起。你怎么这么大呢？说一下龙龙，他在现在在打哈欠，他连我们直播都觉得困啊，整个人在打哈欠。刚才他困得不行了。但龙龙其实也是来录我们这个节目，还是准备了很多哈，包袱是不是？准备很多梗，准备很多梗。确实准备了，准备的都垮了。准备了一些都垮了，但是不经意的很多很有意思。对，然后。没有准备，而且汪苏泷这次在我们节目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梗，我现在说你剪掉了，但是现在先不剧透。对，节目播的时候等着看吧，等着看吧，大家就会恍然大悟。对，恍然大悟。对，汪苏泷播的时候，汪苏泷的粉丝不能骂我，不能骂贾玲姐，因为我并不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。对，其实这么多年大家都没点破说透，贾玲姐说透了，大家以后再看到龙龙说，哎，真的。有这种感觉，以后大家看节目啊，看节目。没事，大家不要看，那边跳过去。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来，那我想问一下宝哥，嗯，你上这个节目跟你以前上其他的节目有什么不同吗？我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啊，在这个节目里我不用考虑那么多。你像之前上其他节目，有的导演就会过来说，跟谁多互动一下啊，跟这个多互动一下，跟那个多互动一下啊。这个就比较真实。这个我还是要夸一下，就是人见人厌的。是，他还是
是真的就是他们挺保护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比较放松，然后也总胡说八道，他把我们胡说八道的其实都剪掉了，因为我们胡说八道就是我们正常的，这个不行，直接你说的对了，对，是又是个花钱，正常的生活状态，对对对，只有在生活状态的时候才最轻松最自如，是的，而且他们都就是有他在，我们也就都。我不也是被他弄的，被他忽悠来的，也不能说是忽悠吧，就是真的，他在找你的时候他太真诚了，因为找了好多次，一次一次的他都很真诚，就他让你没办法去拒绝他，到底来了以后呢，本性就露出来了。然后也要感谢杨迪，真的就是这么多节目里面，然后我听说杨迪是从另外一个节目里面专门就是抽时间。啥呀？不是那个节目让人家就是就宁可那个节目火，要为青春环游记避开这个事。对，青春环游记，而且因为现在杨迪基本是各大节目都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嘛，对，所以其实很难抢到杨迪的档期。那杨迪毕竟是江南，哎，我都做成对眼了，没做好。哎呀，龙龙，你这一次就是参加这个就 cos 环节嘛？嗯，你这几次 cos 有什么感觉？我 cos 的啥呀？昨天那件事，小龙人儿，对，我现在 cos 一个小龙人，现在一个功夫熊猫，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偶像包袱很重的人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直靠脸。那我这两天说你愉快做。啊，你确实没事，你只是那些断了我的那些饭碗而已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很多尝试，我也在慢慢的那个抛下我的偶像包袱。对，他也不会完全抛掉啊。对。慢慢来，会有一天会选那种红桃黄后啊。我这一套给你留着，你看看我这一套啊，就差点被打了。啥呀？啊，没有，我以为在看视频。那特别想问杨洋啊，因为这个也不在。呀，你干嘛？我们在直播，你去别人直播间干嘛？去带货了，带货去了。青少年如何？啊，带货去了。吴桐，你别买东西行吗？我们在直播。掉错了，该一下滑了。那我特别问一下杨洋啊，因为杨洋非常少上综艺节目，对吧？你这次怎么就决定来到青环呢？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？对，我一看你一直因为演《青春漫步》，本人发信息，而且其实之前有几个综艺的时候，其实差不多对也是会邀请我，然后也是被真诚打。是不是？而且又他一次一次的，不管半夜还几点都他都等你消息，对吗？真诚的话呀，他说你不着急，等你。真的很真诚。然后凌晨三点、两三点还是问你有消息了吗？我想这个人不睡觉吗？感觉是被逼来的。然后我回了他了以后，他就不回我了。等我刚要睡的时候，他又在找我。我们俩总是对不到一块儿去。无限骚扰。那我跟宝宝有一次真的是联系一天，联系一天我俩没碰上。我说好了，然后过俩小时还在忙。好了，哎，我们永远过俩小时再回。我回他，哎、我给他找他的时候，他俩小时没回我，完他再找我俩小时，就那一天，这一直到后半夜，真的是。哎，杨，你现在录这个节目，感觉跟你想象的一样吗？嗯，我的出场方式我没想到是这样，没有啊，对，我没有想到我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出场。你想象中有你是吊威亚出来的，吊威亚做特效做特效出来。因为我看了那个。青春环游记前几季，然后就是大家的出场方式，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大家见面啊，就是一起几个人见面，哈一下啊，吃一吃东西，然后大家先聊一聊，我觉得这是肯定不能快的，要不然不是东家嘛。但其实你出场给你设计的就是这个，虽然很特别，但其实也是没必要，对，不就可以设一个那什么吗？根本。对吧？又要说了，没有，差点又要剧透了，我差点故意的。谈不拢事儿，我。那什么嘛，对吧？节目上看啊，节目上看。杨洋的出场，他以为我老剧透啊。口罩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我跟你说。你们永远太容易认出来了，戴口罩也会被认出来。谁？所有。啊，谢谢你呢，你好像也是哦。我录完第二期以后可火了。那没有。那我们说一下这个，今天因为微博啊，我们还有一个连麦啊，我们要连我们的制片人嘉玲姐哈，来，我们先连一下麦。啊，嘉玲姐也在演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在演炮？演炮，就是演炮，把自己的炮，就是整点。
错了。给我录一下。有，可以。没有。讨论在一起。为什么嘉玲姐为什么搜不到？我们也可以九点连麦，回去以后。好，搜不到嘉玲姐。你对，没有嘉玲姐啊。来，我让他把我麦刷起来。我靠。可以先继续吗？可能嘉玲姐对不不还没连上，你们先继续，然后我让嘉玲姐连一下。那个，我们这个节目啊，跟微博联合起了个 cos 征集大赛，有很多网友都踊跃参与啊。然后我现在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在这个节目里最想 cos 什么？你们自己想哦，我们自己想扮，你想扮什么？对，尝尝酱油。酱油，记住最多，那真的让你扮酱油了。对，真的最想扮什么？喜欢什么角色吗？一点在粉丝喜欢什么？没有啊，对。好难，这个想不起来。我给你扮啥都行，比如说多米，哈利波特的多米，指环王的咕噜，这些角色怎么样？怎么弄啊？你弄一下。想扮的，最想扮的是想扮帅，想说扮帅的还是想扮的？你想扮我这种吗？或者裘千尺？都裘千尺坐轮椅吐枣核那个？裘千尺可以，我可以。裘千尺或者雕，雕《神雕侠侣》。我扮过，在别的栏目里我扮过，扮一天雕。我昨天想扮鹤。其实想扮，我们到底有我们吗？而且这还有。有雕。稍等，我再问一下，你看你这个位置在恭喜。我想扮一个武林中人。武林中人是武侠人物，就是简单一点的，然后过清秀一点的，就是类似于黄飞鸿那种。啊，好难。穿个大褂，然后就这种大褂，我可羡慕第一天你大褂了，可喜欢了吧？早说了哥，没法早说，我们的衣服上有点儿。原来他不是褂的问题。对，不是他大褂的问题。对，是褂的问题。白鹤少年，你忘了？你也穿着一样的衣服呀？那褂可以做短点儿啊。褂可以做短点儿，我也希望。带大褂也希望。叶问这种。对，帅一点，清秀一点，干净一点，穿一套白。啊，一套白。别是白，别是白鹤少年那种的。我有点施展不开，那头发太长。就配饰也配饰别那么多。对，就是。在那。对，那我知道了。干净一点。多米。对，那是麻袋辫。真是个褂。接受上了，只有一挂。接受了 ，OK。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去哪个地方啊，或者你们的
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对 ，OK。咱们山东 ，OK。山东没去过。山东。对，因为今天不多嘛，这次对有机会去去。是的，我们还是，而且我们在下面还有想去那个贾玲姐的家乡。嗯。刚说了。啊，说了。刚说了。为什么？能不能听一下我们乡乡吗？刚说完。郭靖大侠的。郭靖大侠。湘西吗？襄阳牛肉面，你的大侠。哎，那天哥就拜郭靖，拜我们那天就射掉了好帅呀！好了，谁在死？那我那天正好就那个。这是一阵饿，还是个饿，就是个饿。黄药师可以，黄药师。还有欧阳锋，欧阳锋。好呀，欧阳锋。欧阳锋也是这个样子。那我演洪七公，洪七公宝哥。洪七公也是这样子。啊，洪七公可以，可以。哥刚想说演郭靖一个人啊，那我。我演老顽童也行，我行，不许打哈欠了。对不起，我演老顽童也行。马上结束，因为汪松在我们直播里面打了五个哈欠。五个哈欠。刚才那个 cos 的老板没问完，杨洋，你想 cos 什么？扮什么？黑猫警长。黑猫警长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角色。好帅，你想扮帅的？涂黑，涂黑那种哦。没有，就满脸的，有那个脸。不满脸吗？导播，导播。你录完一期都不知道是谁，这么大个头，对，七块一花钱，七块的吸管画一下。啊，你介意？要这样的话，我就不选这帮。脸上画，脸上画胡子。对，画一个小小。可以啊，哦，我长得很帅，我感觉。我想动画。舒克贝塔是不是？有个警帽啊。我演一只耳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我捏你。你抓住呀！捏住那个蛤蟆。好想。我们黑猫警长还想什么？不想黑猫警长，就想黑猫警长。黑猫警长，哇！其他暂时也没想。啊，只想黑猫警长，只想演黑猫警长。天哪，不演不行啊！你能问的太多了。突然一下，主要我们黑猫警长里面别的角色也行吗？石猴一，里面有那个螳螂夫妻，螳螂夫妻。你今天扮腾哥的造型什么感觉？刚才上热搜了。腾哥的造型吗？啊。我今天我都替你为难了，这个提问的，这衣服质量好。腾哥这个衣服还挺适合我的这个身材的，我觉得。嗯，穿的不挺穿的。现在他穿不一定合适了。因为这是按你身材做的，对，不是腾哥的那一身。腾哥那一身，哎呀，咱不聊这事儿。腾哥那身穿稍微有一点点松。我今天拍的那个杨洋的照片发给腾哥，哎呦，至今未回。他经常该说的吗？他经常也说出来。他可能后半夜回你吧，有可能。鹏哥在忙，在忙啥？肯定在，就是没故意不回。没有没有，鹏哥鹏哥在跑自己事业。啊，在宣传事业，对对对，也要支持一下。嗯，到时候告诉你他回去。好，好，好。那我们那个套餐没问完，林姐是想套的什么？我。明星好。艾莎吧，就是。哦，艾莎公主，艾莎公主，迪士尼的。艾莎公主。哪个地方都有公主梦，对吧？在沈阳可以办，可以，金丝有点热闹。但是我想有一天我办艾莎公主，艾莎33岁，完了我不想办艾莎公主，太搞笑了。又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对比图的一个素材。对，那可能我们永远的引流的这套衣服。好，对，妈呀，就是别人任何人来都可以。对，任何人都不能。艾莎公主，艾莎公主。真的呀，有这个特权。是的。哇塞，那你的那个一只耳，我也给你留着黑猫警长一只耳。那个蓉蓉呢？最想扮什么？我今天就差点扮着我的那个，因为最想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。下一次完成蓉蓉的梦。然后今天我们是真的有这个选择，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，就是今天还是跟武侠相关吧。我也是，蓉蓉长得其实有点像哈利波特，有点圆眼。对，你想演哈利挺可爱的。cos 一下，那你们又是？我想演伏地魔，我愿意那为了这个把鼻子剃光，剃光头，我愿意。啊哇的给打垮！我愿意来一个。那你最想扮伏地魔版的有吗？或者多比？多比？但今天太冷了，多比一个蛋挂。夏天才扮。在沈阳。多比一个蛋挂。在沈阳，扮沈阳，我结成冰了都快。冬饼，冬饼。冬饼。我们点八仙也行。网友要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微博提问问我们哈，到时候我们还仅剩一点点的时间。你说现在可以互动环节，现在是因为你控场控不下去了。你想，我们觉得吴彤也应该扮上，每次他们下面。对，我们给吴彤征集一点角色吧。知识的风衣，对，看他扮演什么。大脸猫。不
就总有一些那种脸都不用挡膜。灭霸，奇怪的素人，灭霸，哎呀，总有一些奇怪的素人爱你，怎么了？灭霸那个就像我啊，就这种。可以说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林志什么都说，我没有要说什么，他说长得很奇怪的素人。你能不能不是客气点？就是有一些人说我长得来。那感谢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抽奖环节啊！啊，抽奖，抽奖环节，大家一起刷春游家族啊！我们截屏，好，我们会送上那个试捏的小礼物。好，我们先由我们的这个林姐吧，你喊停，我们就停啊！我们先抽奖，三二一，停！来，就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先签名，先签名。我们现在抽奖啊，大家刷春游家族。春游家族，网络大家，网友们非常想听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吗？对，来，我们正好在签名的时候，来，我给大家唱两歌，对网友亲切，对网友的。好，来这个，哦，那我先截一个，好吧？先截第五名是吧？啊，就一截就前面 ，OK。哎，那你等一下。哎，那我们不可以唱那个啊，《金枝》这样你那个歌吗？啊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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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事儿，事儿也别说，节目里事儿也说，事儿我本来你们真是没东西说了，啥都想说。我以为这种是好事，不宣传。我们要听。是你让我看见看，让我看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看出花的一朵一朵两三朵，两三朵，六七八朵，朵朵朵。人家的网友们要求好像是想光芒，你不唱，我就唱着呢，谁没签呀？想光芒一起唱，因为汪苏泷一直没唱。哎，哇塞！还差我们组的几个，认识吗？我们没这句话，我感觉对吗？后面词儿不对。那组队谁会写？修图是少一横，还是少点东西？九个，这个是不是好？一二三四，哎，这是谁？下一个。谁没签啊？这给我毁了！谁没有签名啊？宝哥，你签了吗？我没有呢。你签一个字儿吧。几个呢？梦想的翅膀，最美好的年华起航。宝哥，这是你签名吗？这不是我的。洋洋。谁？这是你签名吗？那我们来喊停哈，总结是谁的？你们来结吧，毛。那我们先说，先问一下，自己说的，你不喜欢吗？开始。我们喊三二一，我们结束。嘉玲姐喊三二一，我们结束。好。三二一，哎，对对，谁停？谁弄的？我说弄的。大家，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一会儿进入录制了，然后呢，下面就交给我们所有春游家族了。我们截屏抽奖，截屏抽奖，一二三二一，我们再刷半天，那个不要了，那个毁了，那个暂时毁了，拜拜，好，那不要了，好，拜拜，大家我们要拜拜，给你们你来抽奖啊，对，要抽奖，要先抽完是吧？来三二一，嘿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嘿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嘿 ，OK OK， 好，都会签下去。哦，这样，前两名是那个室内签名的抱枕，然后第三名是室捏的大包，第四名是室捏的青妈包，第五名是室捏的回弹玩具，是吧？回弹玩具。哎，回弹玩具啥我不知道。这有五个人，谁老不签呀？是谁老不签？哎，我签了，我签了，我签了，我都没签。这我就签上。这一我还得分奖，一二三。那我就问这个是谁？中间那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是我哥哥。哦。我问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不知道。这个好了。这是谁？这谁？这谁又没签？这怎么才是他呀？我这哥哥。不是他让你签的呀？一二三四，我给我个笔。这个也没有吧？你的签名一二三四五，又一个人没签。
我签了，在这儿。杨洋签没签？哇，大家别纠结。这六个，这六个，这好啊。这又谁没签